Passport. Passport. Yes. So, right there. No, you over there. Only one meet. 我好辛苦攞兩星期假嘅喎。 Just first time come USA. 兩星期 two weeks. Next. 你知唔知我講乜㗎？ Next. Hello. Good evening. What i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Why do you come to the U.S.? Oh, I travel. Are you alone? You are single? Single? Oh, I'm a single lady. Stop that, please. How many people would go to Los Angeles and New York for a holiday? Why'd you come to Seattle? Can you say again? I ask why you come to Seattle. Muy Sleepless in Seattle. You know that? I love that movie. I love it. Look to the camera. No smiling. Oh. Romantic love. Enjoy your stay here. Thank you. Thank you. Next. Jiajia 小姐，是，又起来晚了。你什么情况啊？只你迟到了30分钟。对不起，我是花钱买服务的，我真是坐了12个小时飞机，我需要休息，你知道吗？小心点，这箱子柜着你赔不起，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我要投诉你们，你看别人都在那儿杵着，拿一个牌子举着等人，早早的就来了，你倒好，恨不得干脆这样吧，你给我地址，我拿着牌子去接你得了，像话吗你？你知道天有多冷吗？你再对不起。你妈没教你守时啊？快点你，轻着点啊！天那么冷，我的鼻涕都冻出来，你知道吗？开门，你快点。 下起雨来了，西雅图就是这样。哎，你把安全带系了？哎，真漂亮！你把安全带系上。
Any problem, ma'am? Sure, no. Oh. 干什么呀？什么情况啊？这种月子中心都是违法的，可能被人举报了。问我去哪儿？我人生地不熟，我怎么知道啊？你是月子中心请的司机，你得负责把我带到一个能让我生孩子坐月子的地方，安全的啊！赶紧走，快点，快点呀你！他带我去哪儿？你不是要找月子中心吗？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Frank。借你的驾照看看呗。干嘛？你没见过美国驾照长什么样。我把你的驾照资料都发我微博上，我有好几万听众呢。你要是什么吸血僵尸或者变态杀人狂之类的，我要有什么意外，警察肯定找得到你。是不是，我从机场啊接这个孕妇，她要去的月子中心给抄了。哎，杨浩子的，在哪儿啊？台湾人开的月子中心。什么？台湾人？警察会来这儿吗？以前没来过。可是，他们做的饭我能吃得惯吗？这是我唯一有交情的月子中心，你住吧。你要不住，我给你找一个酒店。明天你自己想办法。杨浩子的，你别威胁我。这要是一黑店，我可饶不了你。你别忘了，我还有几万的微博听众手上都有你的驾照。住不住？